种朋友遮多，你看 ，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呢？大家讲啥？无啦，人山人海。今仔日哦，表演到安尼，这么侪季节，众神让大家保庇掉喽。哈哈哈，你真出名呢。哎，咱今嘛点头出完安尼。哎，我煞唔知点头出完。啊，头前一只讲铁达尼号。什么铁达尼号？头前迄只就是王船呐，这嘛来准备要烧王船啊呢？啊，烧王船哦！我知啦，古早吼，这个王朝吼，就是爱请这大天巡狩下凡。观众朋友刚才为啥烧王船？啊，是为啥呢？因为古早吼，阮公啊、阮祖啊、阮祖先伫咧讲，因来台湾开垦啊，拢会拄着瘟疫。啊！若拄着瘟疫哦，就爱恭请咱大天巡狩下凡，将咱这个歹命啊，拢总驱逐出境。啊，什么是歹命啊？哈，什么是瘟疫啊？你唔知？就像即卖即个啊，做啥呢？咖啡奶精。啊？什么啊？叫咖啡奶精？COVID-19 啊，这瘟疫啊，瘟疫哦。讲安尼，是讲哦，真趣味啊！我还记得我较早哦，拢爱骑猪头啊，哦，伊个王船开路呢，唔是安尼娘娘，啊，佮伊穿一鞋地果加大卡，啊，地果加大卡是变做哪？鹰坠龙，迄下做水到渠成，原来是安尼。啊，王船到了定位之后哦，我还记得所有啊，诶，这些信徒拢会甲添财，我还金银纸钱在四周，安尼娘娘，啊好啊，咱这祭拜官吼，啊个，当机新桥顶头，拢总爱射这个王船射三年，甲地桥沉咧，啊然后哦，点火要游天河，足壮观的呢，真正是壮观优美嘞，要烧王船啊，来甲看卖咧，我今日来看烧王船啊！
江山代天顺手，向天骄。